然后轮流请法师来带他们，这个非常好，大家都没压力啊，因为不属于哪一个道场，不属于哪一个法门的啊，免得都变成自己的徒弟，他的徒弟。所以修治这些可以让别人修行的，可以让别人修闲的地方，这个也很重要啊，因为人到河边溪水旁边干干净净的，心情就很好。八者，于时时中出租库藏柴谷等物而行给施啊，那我想有钱人要多布施啊，啊，不要藏。所以现在的人有钱，我都有去问过，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有钱？因为他曾经在这地方上有寒饥难的时候，他打开仓库大行布施，所以他现在钱用不完啊，很有福报在布施。所以我想配合任何时间，那现在是一个国家国际社会了，现在资讯哪里有灾难，哪里有需要钱，都知道啊，大家多布施啊啊。九者，于诸奴婢及佣作人平等养育而为护持。就像我啊，我只是做个示范，比如说我的妈妈请了一个印尼来的菩萨照顾我妈妈。事实上我知道我妈妈爱这个人超过我们兄弟啊，因为我妈妈爱这个越南的女孩，不是印尼的，她上回年初的时候，因为她回印尼去结婚，我妈妈就一直哭啊，不睡觉啊，因为我妈妈很担心她。后来我们就一直给她拜托回来，她回来第二天我妈妈病就好了啊，什么都会吃了就回家了。所以这一次我妈妈往生呢，她都没托梦给我们兄弟，天天托梦给阿弟啊然后说她是还没有往生之前，我们的印尼的阿弟就梦到我妈妈，她推着轮椅要去散步，结果两个白白发光的人旁边很多花，问我妈妈叫，我妈妈就站起来就跟她走了，这样阿弟回来还在哭，我叫阿妈阿妈阿妈怎么不见了，就跟她走了。后来第三天我妈妈就往生了，那就跟之前人家跟我讲了，我妈妈旁边现在有观音菩萨，有旁边很多花，要直接带她去，不用中阴身了，所以她就一直托梦给她。所以我也跟我哥哥说，我说哥哥，这个哦，你要把这个阿弟当作我们家的一份子，因为我妈妈也留一些钱呢。我跟大家说，阿弟别，不是，我出家人不会用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阿弟也是算一份子，那你们就分作四份，假设我那一份就分给他，这样因为阿弟真的把妈妈当妈妈呢，比我们还孝顺呢，所以他要走还跟我大哥要妈妈的衣服，他要拿去的我替我妈妈买了很多漂亮的，我妈妈都没穿过但是后来我也知道，因为这个阿弟是我妈妈过去世的女儿，我妈妈就是很爱女儿所以过去世的女儿来照顾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以后各位如果这个人帮你照顾爸爸妈妈，你要把他当作家人，平等养育而且护持他。所以我跟阿弟说，阿弟你是我妹妹，永远的妹妹不管你回印尼在台湾有事，你来找我，这样就 OK 了你要住在我们道场最好。我说我不要，我说你为什么不要？天天吃素哦，这样哈，吃素会身体没力哦，是没力。你看我没力吗？印尼人他不是信佛教了，他就是一定要吃。我后来我说没关系啦，反正你随时来找我所以各位，你对你的工人啊，对你家的奴婢啊、佣人啊，要这样子。你一直有些有钱人对捐钱很会捐，对外面在做功德很爱面子，对家工人很吝啬呢，这样不好，这样不是真布施。十者，于时时中常行供养持戒沙门及婆罗门。婆罗门虽然不是佛教但是他们也在修行呢。所以佛陀为什么会交代这个修行？现在像印度很多婆罗门，各位都知道，头发长长穿个橘红色衣服在路边走，他们永远拿一个茶壶，一个便当，一个茶壶因为他们永远在托钵。那我们也要尊敬他们尊敬他们，他们也会从婆罗门而变成沙门。所以菩萨若修如是十种法则，即能勤修福行。也就是说，虽然我们发菩提心呢，不要忘了世间要关怀的。最后念一下48，
菩萨如何迅速成就佛果？菩萨若修十种法则，即能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。有因才有果，何等为实？一者，能善具足及善积极布施之行。所以各位啊，所有的布施你都要去做，善具足，善积极，任何能够让我们接受我们布施的，就像各位今天在供养安妮，我们要不要感谢安妮啊？哎呦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们让我们布施啊，让我们种福田啊，不管对上对下都如此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布施米给鸟吃，布施烟供给众生啊，布施钱给穷人，布施便当。我看到很多菩萨，我很欢喜，他拿了便当，那个游民跟他要，他还给90度，谢谢你哦，啊，太好了，啊，什么我们都要做，能善具足，能善积极，因为这是一个资粮。你一个修行者没有资粮，你怎么可能成佛呢？啊，你不能说我每天在研究大圆满、大手印、闭关，然后一点布施都不想做啊！而且布施也不是光一种修法，我就天天做多嘛，这叫布施。外面太多需要你布施的啊！所以我这一次去美国亚利桑那州沙漠闭关，闭关是天天关在里面，结果我们都没关，外面什么狐狸啊、野猪一大堆，我们跟赞言师忙得不得了啊！啊，有鸟啊，做烟供。哎呀，这样啊，这个也是，反正尽力吧，啊，布施完了来静坐静坐，啊，听仁波切说空性的教法。二者，善具足戒，善积极戒。各位，三皈依戒、五戒、八关斋戒、十善戒、菩萨戒、沙弥戒、沙弥尼戒，哇，什么菩萨戒、三昧戒，通通受，好不好？你要这样发，这样才能够快速成佛啊。所以善具足戒、善积极戒、无切漏戒、不杂染戒、出过一切声闻缘觉、清净洁白戒运，运就是具足。所有的戒律、善法、出世间法、菩提心的法都要具足。所以各位，南传戒要受，大乘戒要受，密乘戒也要受，好不好？通通受。去年我们一个菩萨安排我们去日本受什么？念一下三昧耶戒。哦哟，也蛮严谨的三昧耶戒，因为日本人认为最高的堂命是三昧耶戒啊，他们十年开一次啊，为了我们这一批人就开一次三昧耶戒，我们去受了戒啊，啊，所以所有的戒律都要圆满。三者，善具忍辱，各位要善巧具足种种的安忍啊，对所有的这个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那最高的叫法忍。啊，所有的法你都能够真实的接受，但是这讲的是一种不生气的忍辱，要让人觉得说你这个人是忍辱的人。四者，善具精进，这代表善具也代表圆满波罗蜜的意思啦。所以各位呢，要认真，今天晚上回去把这一本完全读完，好不好？再来抄一遍，这是海涛法师结集的精髓又精髓呢。啊，我们就是要去实践它，所以各位要专心精进，累积所有一切。五者，善具禅定啊，所有事情不离开清净心、大悲心去做了。六者，善具殊胜的智慧，就叫般若波罗蜜。七者，善具方便，就是方法，如何回向啊，如何所有的功德都具足菩提心。如何接触所有众生，善具足方便波罗蜜。八者，善具诸愿，所有利益众生的愿，所有诸佛的本愿，我们都要随顺来发啊，愿波罗蜜。九者，善具诸力，因为我们的实践包括愿力，所以就产生了各种的力量啊。那各位，这一点我们有印了一本《十波罗蜜》，什么叫力波罗蜜？你要读一下啊。十者，善具正智，这个智不是世间的智慧哦，是佛陀的一切智啊。所以善居其智，智是种怎么做总经理，怎么煮饭，怎么修行，世间的所有事情你都会办，叫智，都办得很好，却不执着的叫慧。所以你要善居之服务众生的各种能力。以菩萨成就不共智，这个不共智是安住在空性啊，无分别的却懂得一切，而能出过一切声闻的智慧。声闻就是光解脱自己，缘觉的智慧，那就是体悟生灭啊，
以是无争啊，超越菩萨初地乃至超越菩萨九地之智，也就是说各位要修到十地的智慧。请你看十地经，请你看华严经、梵网经，什么叫十地的智慧？一个人要达到初地就不容易了，那个叫发菩提心不退了啊。一个人要又要达到八地，那要一大乘起劫。一个人要成佛，从八九地开始到十二地，那你只要到十地圆满，就等着到十一地，十一地就直接做补助菩萨了，那就等着成佛了。所以菩萨若修如是十种法者，即能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。好，大家来回向。但是回向之前呢，今天要，因为今天也有关生命电视台的护持法会，一方面感谢今年所有护持生命电视台的功德主，然后呢也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度来了，希望大家大力护持，好不好啊？生命电视台一年要一亿，超过一亿台币啊，每个月要一千万，所以那你要找功德主就要找一万个，一万个一万元的，不然就达不到一亿啊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大家尽力尽力啊，因为生命电视台市场影响力很大，很多人在看，特别我们之前我们八关斋戒直播，世界上都在看。大家都共享功德，所以会发给各位一张以及如何护持的方法。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，改变您的生活，帮助这个世界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水土养一方人，民以食为天，感恩食物经过诸多因缘而诞生。我们可以以食供佛，我们可以以食供僧，我们更可以以食下师。一年很快来到了炎热的七月中旬，七月在台湾一般人讲中原普渡，佛教则称为盂兰盆法会。今天带各位菩萨大德来了解法会的殊胜。随着佛像的抵达，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南区联合举办中原孝亲报恩大蒙山慈悲施食法会。佛像代表佛，所以拜佛像就是拜佛。师姐专注指挥，台上的师兄姐们合力，务必让佛像正坐于坛城正中央，庄严道场，一点儿也不马虎。在场地的另一边，看到的是十方法界坛城，礼请湛严法师来为我们介绍十方法界。我们超度法会里面有十方法界，十方法界里面有很大的坛城，就为了这些受苦众生来布置。那一般呢，我们会把它分得很细，动物区、动物的一区、小孩子的一区，然后呢，很多的这些轨道里面也有很多的中阴身在一区，这样来分别。因为小孩子来的时候，我们会祈请为子母啊、欢喜母菩萨照顾他们。动物区我们祈请玄天上帝，还绿水火风的玄天上帝来帮忙加持。那十方法界的众生，我们就会祈请观世音菩萨的化身面南大士来加持。所以呢，很多的地方布置啊，十方法界的坛城都没有一定的格式，但是呢，我们师父很慈悲，增加了所谓的六道众生：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天道，